现在是7%，好惨啊，都你啦！你会让我冲一下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用的是红色这一颗，你都没有踏着它。什么叫出发前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以前我们的习惯，我是回家会让它擦到，然后后来才在找。然后这边就是没有负责冲完才会那个，才会那样，才会怎样？因为你昨天很得意跟我喊说，今天电池只有1%，只有1%，记不记得？只有用掉1%，一讲，然后就早早把我电池拿走，因为我回家了就有插着，你就说要把它充饱一点再出门。没想到你给我用到剩那么少，可恶！你以后不要太早，因为我这颗没有像你那颗那么急，要急着充电，不是吗？哦，是你那颗充太慢了，要充电，但是我这颗好像晚上应该是说我是照时间做的。那第一件事重要的是 copy， 然后不用 copy， 我就会急着做第二件事，然后我的就没电了。他插着充也不足以应付他要的电力吧？是还可以，我看一下，怎么还在？嗯，好了，很好，他萤幕已经按掉了。我看一下，又要看什么？嗯，你确定这角度不会太高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怀疑这件事。我会觉得太高了，因为我就说了嘛，上次新野的你几乎就是拍着地上。所以我怀疑你滑雪的时候会稍微看下面。会啊，看地上啊，看地上有什么凸起物，以免我摔死，好吧。嗯，有吃饭团有好一点。嗯啊，今日就变，我是觉得，而且啊，有一种。欸，啊，晚餐要不要就去买爆蛋饭团？都可以啊。我想要吃肉的。我想要吃肉的。都可以啊。我没吃过。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时间什么的。不用啦，就回家就好了。5点出发的车。我们不是6点多出发的车吗？我说5点从 ITS 出发。然后理论上5点10分多到车站，应该够我们的。对，六点对，够了。吃饭团应该很快。是很快，还可以坐着吃，还有味噌汤吗？有吧？有啊，现场吃啊，有什么味噌？这个人是想往上爬还是怎样？你说绿色人吗？那前面有2个人在那里。那很奇怪，那刚刚那个地方，我也不知道刚刚那个地方到哪去了。我觉得是左边唯一有开的缆车上去的。哪里有缆车啊？有啊。好了，还是这里真的有一条路，在那个人想穿的地方往左，似乎可能可以。没看到路，这是让大家滑树林的地方吗？啊，不是吧？哦，不过好像确实有一道，不知道。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路吗？我觉得不是路，但是有一个前人开的树林路。嗯。放在这种路，你敢进去吗？我不知道我现在会不会撞树哎。啊，又倒下。有哎，我看到有人在里面。那还是那里有路，你要滑啊，看看吗？我不要，我对那个没有兴趣。哎呦，好要脚。马上就。怎样？就到了。好，你看左边。叫大家不要过去啊！没有，他只是没有那个而已啊。所以你想要进去跳吗？哦，就只能直滑过去而已啊。跳啊！不用跳啊。跳吗？反正一开始没什么事。有没有动力啊？我觉得动力不够。
走哪里？那就是唯一的缆车哎，在那里。呵，看到了。所以怎么去？往左冲啊。都不是往上翘吗？哦，我想说，左边有一条路是往上翘。先啊，我先，我跟在你后面啊。你说就是跨过去，跨过去，跨过去，对不对？每个都要过哦。哦。欸，但它有一点限制了鞋子的形状。我觉得那边应该还有什么缆车哎、欸，你要这台还是那一台？但是走那边太累了，先这一台。坐这个上，然后滑去右边。好，你不觉得我们该弄个地图来吗？啊？算过了、啊。对。啊，你的帐在太后面了。嫌我太后面。对啊，你的帐在太后面了。你要让他们先吗？你要让他们先？你到底让他们先啦、啊？就是全部都是黄的，而且全部都会压去。然后那里就是什么天使阁栏。哦，就是你说饭店。嗯。哎、欸，所以那边还有两台缆车，不是一台哦，是两台哦。只是他只开了一台这样。两台啦，我眼睛花吗？我眼睛花，只是他只开了一台，不是吗？哦、是。两道线嘛，哎、哦，一个没有开，没有动啊。你以为两个都在动？嗯，不是，我以为有两台车在动，但是我知道前面有一台没有在动，我以为有三台。啊，是两台啊。哦，那天使阁就是超级贵的了。那新那边有一堆人，我觉得那边应该也有什么。那是魔毯，那是魔毯。
那边一堆人在玩摸毯，在上课吧？我是说饭店的前面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它围起来红色一区，那一个感觉是，我觉得我鼻子被压扁。我有去查，我就在想说，我要不要再吃一个药？后来我查了，我的药王一天只能吃一。那些人全都在魔毯上，真的假的？对。你说他们被运输中吗？对啊，你只是你要看久一点，然后拿树当基准，然后就有人离树越来越有远或越来越近。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只觉得那边很多人啊。有，他们站在魔毯上。对，我们不用去那边。魔毯免费啊。这边的风景比较不一样，这边是种尖尖的树。不然其他用都这种，这种树不好看，也站不住，那种比较漂亮。上去拍个照吧。现在太阳再撑一下。你看它很多黑果子哎。这是黑果子吗？有。是啊，我觉得有点恶心。要不是它是在树上，那个大小，被吃光了吗？你需要说被动物们吃光了。那个大小。这里有没有雪猴啊？左边是像树叶的东西，树叶一抽一抽的没了，这些树种是都不一样。棕榈亚卡扎头，这缆车也蛮好啊。那我原来的目标是那个缆车。那个是刚刚那个吗？就是我们没上的那个。因为推过去有点累。这里的积雪量看起来就这样而已。这一面。还弄那么大一个字，大家都在这。给谁看呢、啊？给开车的人看。对啊，那个是高速公路吧？是吗？单向还有一项还有三线道哎。三线。对啊。这道你行吗？不知道哎。就是没压雪，就是慢慢下。我大概跟 NASPA 的那个我们唯一滑过的黑线差不多，我的估计。好啦，那这样我们先滑左边的，因为那是正常一点的红线。对。然后左边滑到下面就会跟刚刚那条路一模一样，然后又再做一次这一台。对。然后再跑到右边，热一下身比较好。想滑松雪的好像也很高兴这里啊，但这里感觉有点高哎。札幌秘鲁既然贴在柱子上，那它就是永久赞助了。往左看是看得到，这到底是有路吗？往左看得到，这有路吗？盐业啊，有啊，你看有鸭血是吧？对、哎、呀，我就是觉得有啊。上级者 course challenge bank， 看一下方向，天气直看吧。应该是直直走是红的吧？他没有看要拍哪边，先拍左边。左边？左后方啊？那是盐源吗？那是盐源。他不会这个是叫大家这样下吧？不是叫，是这是个雪道。靠，好像起来很可想滑的人可以滑。好可怕哦！然后靠，这个看起来还是很有压力，因为它很厚哎、欸。但是从这里看过去，那里就没有压力。对着岩岩拍照，这是汤泽中里，很可怕，我们不会滑这个，太可怕了吧？高达，サッカーのスライディング。这看起来很可怕。好溜。那看起来这边那看起来真的太平了、然后这边那看起来真的太平了。
所以你今天会要滑看这个吗？不知道，现在看我是有一点小压力。对啊，这看起来很可怕。来买一个。没有，就是要走很大的，这样横过去，然后横过来，横过去的，把它摆下去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太近了啊，我还停不下来啊。哦，我突然卡到你的雪板下了。哎呀，我想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要撞上去了。哦，这里是一个小松雪区。你是说滑这里就好？也可以滑。如果要练习的话，我会先从这里开始练。不过我们还是先走前面吧。哦，你是说强度的问题？对，先走，先滑是正常的。嗯。那你要这样子就下去看看吗？啊？你要试这个？对啊，这样就一点点而已。这看起来也差，你是想要插进去吗？一直想要，没有要插进去啊，好好看吗？为什么就通出来了嘞？对面是什么？哪个对面？对面感觉是。对面。对面。
等一下我想一下，对面神力高原啊，怎么又说是背后？嗯，神力高原，我们饭店不是也可以看到它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饭店在右后方。那用现在的速度冲去下一个缆车看行不行？哦，哎，不滑刚刚那个了。你说想再回去试试看吗？嗯，也可以啊，看你啊。嗯，还是你要先去下一个？先看看全部的椅子跟雪道吧。好，那就下一个。对，冲啊冲！坐的是这一台，但是那它这条是废了吗？地图上怎么没有这一条？哦，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一条，但是它如果永久不开的话，它应该把那条开起来。因为它画第二是画在这条的隔壁，车啊，奇怪，我要坐到旁边去吗？没关系的，我怕我被逼啊。哦。这样好像还好这边。啊？所以你站在上面要看往下，你就会说很可怕。嗯，最起码中间开始还好，但是上半部就不知道了。嗯。有人滚下去了吗？没有吧，它只是声音大，砰砰砰这样。那里有点草的痕迹。啊。那里有一块土。啊。对，没有很厚、哦。嗯，我不知道我的安全帽还是什么，是紧紧搞紧紧搞搞一直叫，你会吗？还没有。哎，所以这个饭店没有很贵。对啊，没有很贵，就是这个饭店的重点好像就是说，但是饭店到这个缆车就是最右边的缆车有点远。对。难道他要用接来的吗？划不来吧。以前。好像是说它有一个小小的坡度可以溜过来，但是照大家的讨论是说
但是你要回去的话就没办法。回去的话要不就滑这个黑线回去。所以很多人就说啊，叫我滑黑线回去不大行，这样。大概就是这样。不错，这个宽度还不错，而且是凹谷。我觉得那个，你不要走到这边，真的会掉下去。我们也不可能走到这边，但是一定是。这真的是合法的路吗？合法吧，那是那台缆车架，我们爬不完的。这里有一条，这条是红线吧？有联络道呢。但是那个联络道只到那里，真的是。那下面还是那个山谷。好了，我承认，有可能到那里，到大道，有减速的感觉。可是这个是高速缆车，会很快啊。对啊。嗯，饿了吗？还不饿吧？我还好，有吃饭团，也没有浪费食物。就地图上看，往前直走，有这里的 N 个方向都可以滑，但是往前直走的话，这边是最简单的。也就是我们刚下缆车以后，远远的有人从山上滑下来，再就走。雪区就是蓝色的区。这样。哦。さっきはさ、こうぐるってこう回ったのか。どこなんだろう。红色是进去的，叫救命，他要收你钱的。哦。さっきさ、こう行っちゃったのかな。它是指哪里啊？啊？这里吗？下面这里吗？对，前面有树啊，树有树叫你。这一小块，这一小块，这一小块树，自己责任。嗯，左下角看到没有？我们刚滑的那一道。我们往背后滑。我现在有点不太知道路哎。我原来是想滑那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没开的缆车。嗯，对，是这个。对，这一个。然后你可以滑到这，然后再往下去就到刚那个缆车了。然后你也可以滑到这，然后你怀疑有路的没有？所以它树它是让你滑哎。啊？到底黄色的是让你滑，但他会救你，但救你要收钱。对，红色的话是千万不可以进去。对，我们前面这一道就是千万不能进去。所以刚刚那些人滑的到底对吗？他不是在缆车下面吗？缆车下面有这一块啊，横着过去是可以的、啊。哦，对啊。那所以现在你想走这？对啊，先走安全，我没那么大胆。有路就是有路，没有路就是没有路啊。有路啊，但是你要先看好路、啊。黄色的网子呢？好，我大概知道了。但是这里下一半以后就往左边切。这不就刚那里
好像很深呢、欸。很深啊，可以再下去一点。动不了了，好暖哦！哎呀，动不了，动得了，这个坡度一定动得了，两个弯就下去了。嗯，你先吗？你先啊。其实是我们太紧张，它的阻力，因为我们也没很快，阻力不是很大。嗯，那就下一个，再往前。就是刚下缆车那里 啊, 是 啊, 不是啊，我们不敢下来的那里。再滑一次啊，下就越来越习惯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从上面下来。让我喘一下气。对啊，没有就很厚啊。嗯，那你帮我拍一张好了。我觉得很深的。好。一二三，然后等一下、哦，对，找个深高一点，近一点的。一，哇，没抓好。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好。大概两个弯吗？我没在算呢，下得去就好了。一个弯再一个弯，我动一下，你原地我动，啊，你先走吧，下就出去了嘛，还是直接出去、啊，还是没有要出去，不是啊，不就一直往下冲吗？
个路应该是不行的。他们的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但是我就记得在缆车正下方只有一小段可以，横过去是可以。对，这个人可以，前面那个滑的可以，然后这个在缆车下来，他可能要被没收停掉。这是不行的。这个是不行的。啊，其他滑雪场你是还是会常看到那种滑滑缆车下面。对啊。你看刚刚画的黄的又红的又怎样怎样，搞不清楚。这一块我是觉得好像被太多人滑过了，太乱了。没有，反而没有我们刚滑的那种中学区厚。哦。好了，除非必要。是啊。对啊。没兴趣，就体验看看，每一条都多好看啊！趁现在有体力，可以的话，一起啊，你要吗？一起啊！你看这个深度就看得出来了。你说太浅，被刮的差不多了。不过，你有觉得很难转或者阻力很强吗？嗯，没有啊。我很讶异，这里就是很绵，很紧，很松吗？对，不是说松，我要强调不是松，我要强调的是它没有阻力，所以我没花什么力气。就转弯不会困难，因为我觉得横长直立转弯很困难。就是它比较厚吧，快要停不下来了。停一下。现在我们这个坡度都不会停不下来。这是一条路吗？它很平，我当时我瞬间以为它是。它不是。我就怀疑这里就不是路，这里是，这里是前面那条横线啊，是一个红色的路，有压的，一直到那为止，而且这里还有灯，你有看到？不，然后它再横过来到这里，它下面就是乱七八糟，所以你说危险要掉一段也是，冬天下来的话就会，如果冬天不下来的话，就不会碰啊。这个人过来，他如果直走到底的话，他坐下。通常滑这边的不应该坐那个白玉兰，通常。那这边就是非法的。钓鱼两个，妈呀！没有吧？这是雪掉下来的，这是错的。断了，雪崩掉了一层。好，我拿杆。要走到那个路吗？哪一个？刚好就是。你说上面吗？跟上一模一样的。哎，又要走刚一模一样的。不要。不是，又要走一模一样的。可以早点。先吗？因为它很慢，很就跳哦。还是我现在帮你拍一张照？啊？哎，还是会掉一大段呢、欸，我还是掉了一大段呢、欸。这里好像雪没有很多。你这样啊、喔？好、嗯、还好，我去下面往上拍哈，看起来比较多。
这样。哦，我在这。看起来不错。为什么这里都没有人滑？这里是可以滑的吗？可以啊。有两个人。来到这个雪场，好像比较挑战的人比较少。嗯。想挑战的人就去滑别的雪场。是哦。对啊。我的手机刚竟然一直在录影。哈？在他已经在里面录了不知道多久了。你先把那个档案杀掉，不然会不会超爆的？那我滑一下。要不发烫？现在只剩65%的电。还好你那头跟那个 GoPro 是一样的吧？是 Type C 嘛，就可以带可以充。大概录了30分钟吧。天哪！杀掉它。对啊。哎呀，垃圾桶也杀哦。他花了好久杀哦。发烫哎。发烫啊。发烫。要继续下去吗？下去啊。这样子3个弯没了。这种你有想过直直往下吗？算了，太危险。不要，没办法很直。不要，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危险，算了。你是在练你的小小转吗？还好吗？点上式的滑法，嘿，还蛮轻松的。转板吗？不是转板，是小弯弯这样弯下来。嗯，你刚刚看我几下就到你前面了。嗯，没有横向冲很远就下来了。嗯，好，这里其实已经开始可以直滑了。你的头啦！真的啦！不要啊，你到时候又插在雪里面。下面这一小段哪里？刚刚你出来的时候，我直冲。这一小段你是直过来的。哦，还好啊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再滑一次这个吗？然后我先下来，我在网子旁边录你下来，要吗？不要，我滑的还是一样丑啊，还是最后一段。我先下来，我帮你。我不要。我刚要你看着我，我已经可以知道我是怎么下来的。哦，啊，走。我高破就知道了。那我不能超过15吧？我从下面帮你录好了啦，不用录啦，嗯，因为这没下几下就下去了，嗯，还是录好啊，那你要录去录，我那个人跟树林中间除以二，哪一个人？那个绿色的人吗？这个站起来这个，对，现在才刚站起来，所以就大概那个拉线过来这边，对。
就一直听到那个滑雪教练在教什么，嗯，都可以复述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教什么？他在教那个雪板的控制。嗯，他说：“好，加压，停下来，不要驼背。”然后加压，停下来，然后好，往前滑，往下降一点距离。嗯。走这一段好累啊，
是啊，我在动，有些动作我都觉得我膝盖有在抽动，很可怕。膝盖那个盖子骨这边，它有在抽动。骨头在抽动。嗯。然后那里有，这里也有个魔场呢，你有看到吗？嗯。嗯。还蛮多人在做的。对啊，而且天色都是红色外套。我刚看了一下，那边是披萨跟卡雷舞动，嗯，觉得好像是没那么好吃嘛。然后还是等会查一下，这个史蒂修，大家说哪个好吃？哦，查得到吗？哦，那等下一下车就查，嗯，最后决定我们要往哪条线。好，我刚看雪场地图上的吃饭就只有两。一个是刚看到这个缆车旁边的那一家，披萨，感觉我们要吃披萨，对对对，所以就不大想吃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买票那个地方，哦，就这样两个吗？地图上，全场地图上画的是，那应该，我觉得 hotel 应该也要有吧？什么？你要去那 hotel 太远了啦，不要，跑得过去啊？不要啦，现在再出来很麻烦，那就不用查了。我要去看哪个东西好吃，结果他说啊，哈雷舞动超好吃的。没有，这可能性很低。好，我查看。或是他 crepe 很好吃，我也可以吃 crepe， 我想吃个蜂蜜。我的主要诉求是想看看。哦。那那样子滑的话，就是直接滑那个。难道是我们上次坐缆车，在那边坐在路边的那个？不知道啊，他不是，他是不敢正面向下雨。他们雪板不是正面向下雨，一直这样坐楼梯淋下去就好了。是啊。他为什么要倒着来？倒着来不会更害怕吗？看不见自己要去哪里，不是更害怕？对。因为这个联络道就已经对他造成极大的压力了。太窄了。哎、嗯欸，它变正的了，它变正的了。它有办法掉下去吗？对啊，落叶飘这样横着走，一次动一点点脚就捂得下去了。嗯，就跟我们只会横着滑掉了。但是我们可怕的瞬间是转那个弯。对啊，他们不用啊，不一样，他们是这样。这样不用转弯，对啊，我是要真的往下那个转弯，我以前最怕就是那个。嗯，好。那要实力强哦，不然要滑到外面没有。要强，去左边。车没开的这个两，左边不是两个 V 字形吗？嗯，一个 W 型的这四条缆车，然后我们坐的是最长这一条。哦，哎、欸，然后左边没开嘛？我们坐的是最长的这一条。哪是啊？我们第一次坐，第一次坐就是最长的这一条。哦，对，啊，它旁边都没开哦。然后左边这个没开，但是最长的这一条啊，下面有一个弯，可以弯到左边去后面。然后左边全部都是绿线。然后我一开始目标就是这一个山，右边这个山。好，开始查。
今天居然完全不知道我的速度哎、欸，他知道我做了五回 lift， 但他居然觉得我最高时速只有1.4公里，他是这样，他坏掉了。很多韩式猪肉排、汤泡饭、烧肉咖喱的乌台村食堂。那我觉得这个有兴趣。我看乌台村食堂在哪里？有 N 家店可以选哦，然后它叫做野台街，对，好，那就你知道要去哪了哈？那要怎么找？找最长缆车在哪？看到没有？你不是哦，是 Ski Center 是灰色的哦。啊 ？Ski Center 是灰色的哦，不是你买票那里的哦。不是这里吗？不是哦。那是 Ski Center 在哪？灰色的那一个，银灰色的那一栋。啥、啊？不是你买票的那一栋。是吗？是啊，因为刚我有看它上面写的字啊。啊，是哦。它写 Nakazato Ski Center。那我再看。是灰色。灰色的。对。我只看到 Ski Center 好，却没有看 Ski Center 在哪里。Friday。Course 介绍，会不会是这个？这个，那就还是在我们那个附近啊。对啊，所以不是回你早上拿票的那里。问头大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无法确认啊。啊，就真的嘛，如果你相信我就是灰色、啊、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三楼，那就肯定不是那了。好吧，也有一点点饿了，主要是想尿尿。哦，你很想尿尿。平安的下去就好。你要走？你要平安的下去就好。我可以进去啊。我觉得这里算是 OK 的。我很快就会下去啊。不用，我们没有赶时间啊，这种吧。也不是赶，我是说我觉得安全的方法。
我就录得很，我就滑得很丑没。但是雪很松啊。你不用赶时间哦。看我蹲多低。哎呦呦呦！真的很久。哼。真的太久。很慢吗？嗯，因为刚刚我在做什么吗？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那你有看到我坐下吗？有啊，我想说你干嘛？怎么摔倒了？你知道我那个快要坐下之前的 pose 是什么吗？这样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我已经快坐下，然后这只脚已经悬空了，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蹭蹭蹭蹭，最后真的顶不住。为什么要一只脚曲着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。因为这只脚已经是我的着地脚，我这次再下去的话，左边这只脚可能会抓不到地上。然后，因为我可能害怕某一个转弯已经后座了，后座的话就已经跑到后面去了，就拉不回到前面。你还要我帮你要我帮你拍吗？不用啊，这里已经很短了，直接就出去了。Thank you.
讲错吧？啊！而且我把它颜色记成灰色，其他主体是咖啡色，只要框是灰的，我就说灰的。鞋子弄一弄，然后有沙子，有沙子，我不喜欢有沙子。教练教学，先教平地僵尸步。什么？糟了，教练讲啊？要打架了？哎呦呀！然后不要它很直，你看他们都这样，我也是像平常赶车子一样用腿的。是不错呢，鞋厂还有刷子呢。现在标准已经降低了。对啊，已经放到没刷子的鞋厂。没刷子都没有，我觉得他你什么都没有，我觉得比较夸张。因为他还是专门做滑雪场起家的。我帮我关。他不愿意受我控制，你等我一下。他有护腿货嘞。